袋中有大小相同红球五个、白球三个、黑球两个。金质袋中一次取三球，每球被取出机会相等。四球取三球，至少中两球，颜色相同的几率。我们就全用反面做法，全部减掉三球一色。所以分母的话是 C13， 全部也是 C13， 减掉三球一色 C51、C31、C21， 所以等于120分之90，等于4分之3。